盖此乃往生之主因呐！啊，加之以积极善根应持回向，一世圣因必得妙果。哎，再加之什么呢？这行善呢？啊，这个善是什么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？这个要知道，众生苦在哪里？苦在迷来的。啊，迷里面最重要的，不认识佛了。啊，佛是什么？我们前面念过，佛是究竟圆满的智慧，佛是究竟圆满的福报。那佛不认识了，换句话说，智慧没有了，福报没有了，可怜啊，受苦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帮助他认识佛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就干这桩事情。啊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啊，每一天讲经说法用意在哪里？两句话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干的，破迷开悟，断疑生信，不就这两句话吗？佛是谁？佛是自己，自己自信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德相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，释迦牟尼佛讲的那么清楚。啊，这是一切众生本来就有的，你自己迷失了自信，不知道。啊，佛没到中国来，我们中国老祖宗知道。啊，中国老祖宗没有叫这个佛的名词。啊，中国老祖宗叫本性本善。诸位想想，本性本善这一句话，跟《华严经》上说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是不是一个意思？啊，我认为是一个意思。啊，因为那个本善不，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。那个善恶，那个善是讲究竟圆满，没有一丝毫欠缺。啊，我们自信里头，智慧圆满，德能圆满，相好圆满，没有一样不圆满。本善呐，跟大乘经上讲的没有差别啊！我们细心去体会啊，它起作用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止于至善，那个善是善恶的善。啊，清明是什么？我们今天讲和谐社会。啊，一切众生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照顾。啊，相亲相爱，和睦相处，这是清明啊！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没有一样不善，那就是与
伦常、道德、因果完全相应。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个不就是极乐世界吗？极乐世界不就是止于至善吗？止于至善在西方极乐世界做到了，啊，在变法界虚空界里面，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实验小区，它做出来了，啊，不但是十报土，连它的同居土、方便土。借作阿惟越之菩萨，不是止于至善了吗？啊，这些事情很少人知道啊！啊，他没有接触到佛教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网络跟卫星电视啊，做了真正的好事。没有这个东西啊，我们讲经听到的人有几个啊，我这一生讲经教学听众人数最多的讲堂是过去在新加坡啊，那个讲堂可以坐800人啊，这是我现场讲经人数最多的。几十年讲经，我们现场的讲堂没超过200人的，啊，就100多人。啊，少的时候30-40个人。啊，如果不是卫星电视跟这个网际网络，谁知道？啊，用这些工具出乎我意料之外，我没想到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，不晓得网络到底是哪个人搞的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啊，卫星我知道，啊，陈彩荣搞的啊，是一桩好事情，从来没有过问过，与我不相干啊，我没有这个人力，我也没有财力。啊，这是别人听得欢喜吗？他们把它扩大了。啊，出乎我意料之外。啊，现在科学进步，这一些机器设备在价格上大幅度的下降。我听说现在搞个卫星电视台很便宜啊，那么一般做企业的他们都有能力搞啊啊，就是不认识，如果要真的认识了，哦，圣贤教育、佛陀教育啊，带给人的是真实的智慧，究竟圆满的福报，谁不愿意干呢？个个人愿意干啊，绝对不会让陈才琼一个人去独当啊，福报智慧都变他一个人想去了啊，其他人都会干了啊，缺乏的就是缺乏认知啊，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，年轻好学的人要走这条路啊，这条路好啊，当年方东维先生介绍给我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对得起老师
啊，我这一生确确实实过着人生最高的享受，老死欢喜。啊，老师当年单独教我，没有白教我。啊，我做到了。啊，所以要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要真正知道啊，积极善根。啊，应持回向。啊，这个回向。将自己所作所为一切功德回向实际，回向实际就回向自性，用这些的话来说呢，回向本体啊，宇宙万有的本体啊，回向菩提就是回向我只求智慧，除这个之外什么都不求。第三个，回向众生啊，希望一切众生听到佛法，听到圣贤教诲，个个都能够觉悟，都能够断恶修善，都能够提升自己的境界，都能够过人生第一圆满幸福的生活啊，方老师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值得学啊，值得我们真干了啊，做出成绩出来了，大家都知道啊，没做出成绩，大家不晓得，不认识，啊，还是我迷信。啊，学佛怎么会迷成这个样子？啊，三四十年之后见了面，他在觉悟，觉悟时候他就赞叹了：“哎呀，还是你这条路走对了，真对了。”